公路是橄榄前辈，我们大方放将，不只为比赛，也为了教训你。早在江南前我看你先赢我的歌，是赛道上的领头羊，也是生活第一。低下的也有点奇怪了，也还好，因为他的那个帘子也很大，对。那要不然就是稍微错开一步，我在前面就是个正常的机会。听小张老师讲被无人机撞头的那些事。这是第一遍，我锤子掉了，我那锤掉了，然后我只有一个单手锤，把它锤掉了一个，甩起来没接住，我一个单手锤，我好不容易表演好了，我刚一站定，一个无人机过来，啪撞我头了，我底下的人爆笑，我还要在台上很严肃。